杜氏映月获世界射箭联合会确定为最后进入2024年奥运会的五名运动员之一。这位射箭运动员将与黎国峰一同参加巴黎奥运会的樊曲弓男女混合比赛。杜氏映月凭借在2023年亚洲锦标赛、第19届亚运会、2023年世界锦标赛、2023年亚洲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在世界排名上名列前茅。这也是这位越南女射箭手连续第二次参加奥运会樊曲弓赛项。截至目前，越南代表团共拿下了15张2024年奥运会门票。